平稳开在道路上，只是前方这台轿车怎么越看越不对劲。放大来仔细一看，轿车的后车厢没有盖上，一双脚就这样露在外面。后方驾驶目睹惊悚画面，简直吓坏了。太夸张了吧 ！cosplay 运势车，万圣节还没到，万一掉出来被后面压到，算谁的？实在是太危险了，然后别人。可能会吓到别人啊。事情就发生在17号晚间，新竹县湖口乡光华路上。根据了解，当时车主一行人共五位聚餐后返程回家，因为后座已经载了两个人，觉得空间太狭窄，因此异想天开，把人放在后车厢，进而开车上路。依据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第一项第六款，车厢以外载客之规定，致单举发。危险行为不仅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，更让自己吃上罚单，最高可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锾。